杰电视狂。各位观众，我下杰。OK， 我们说到做到，总算要来拿这个公仔的部分了啊！我们上次《海贼无双三》已经顺利的完结了，所以来到这一间店叫做台中玩具波客。那这个是我朋友开的，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有空可以来这边看看。那里面呢，其实有蛮多的一些日货啊、乌克丽丽啊，或是公仔的部分。像这个就是七龙珠的部分，那么火影忍者，还有初音，下面有小叮当，还有这个皮卡丘的。都有 ，OK， 那么就赶快进去里面看看到底我们要挑的公仔是哪些吧 ，Let's go，OK，、okay, 映入眼帘有很多我们迪士尼的一些系列的娃娃，米奇、米妮，还有鲁鲁米，哦，这边还有一些小小的奇奇、弟弟、米老鼠、唐老鸭之类的，还有很多的零钱包跟文件夹，这个真的蛮不错，所以大家如果兴趣，真的可以来看看。那这边还有一些小型的公仔，还有我们的史努比，因为老板喜欢史努比，是收藏蛮多史努比的东西的。这边还有公仔区 ，OK， 大家最注意的就是这边了，来看一下整个柜。位置都是孙悟空哦，他们的罗、他们的公主、娜美、罗宾、汉考克、香吉士、摩利亚，后面还有大熊跟亲子，超帅。然后这边还有更大型的哦，这个应该都二三十公分，有没有？进阶巨人、孙悟空变形的，然后还有索隆、那个萨波、Sasuke、哦、达尔，哇，还有那个打篮球那个叫什么？什么传说的忘记了，好吧，那个忘记了。那下面还有那哎，还有鲁夫跟艾斯抱在一起的，哇、哦，超酷哦。然后这边还有更多哦，这些都是一些特效的物件，看起来整个公仔更具有价值。还有那个哎，那个裸里面那一对的，还有佛利扎哦，后面有那个多弗拉明戈弟弟，还有神剑闯江湖什么都有，还有那个屏障的屏障果实的香吉士哦，很多很多很多。但是重点来了，今天我们要送的就是这两尊了、啊。就是电影版的哦，电影版的娜美有白色的礼服跟金色的礼服，整尊大概有25公分左右的高，我没有仔细量，看起来大概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金色跟白色的，金色是比较隐藏，我们来看一下视频，就这里，有没有？就站在这边，很高吧，身材很好，很苗条，腿很细长 ，OK。那这尊呢，就打算这两尊我们打算就送给观众了。那怎么送呢？我们待会来看看 ，OK。那整间店呢，它其实就是这样子摆设。你看还有流川枫，好酷，弗利萨。哦，这个店在台中市梅亭街北区梅亭街17号，所以大家如果想来，可以来看看，就在清清戏院再进来一点点而已。哦，有很多的公仔跟日货，大家都可以过来看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来讲怎么参加这个抽奖的办法吧。OK， 首先呢，你先来到你的 FB， 打上阿杰 Games 框，你就会找到我的粉丝团了哦，就是这个篇幅的。然后呢，你会看到一篇置顶文章，写说《海贼无双三》完结抽奖回馈活动方式呢，跟上次其实差不多的，我直接示范给大家看比较清楚。首先呢，你必须把这段复制起来，阿杰 Games 框《海贼无双三》完结抽奖回馈，复制。贴到这边留言的地方，然后呢，你要按赞、分享并 tag 两名好友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 tag 两名好友。很多人上次呢 tag 都没有弄好，一定要两个我才会有算入资格。如果你的资格不符合，是不列入抽奖名单的哦。好，这边跟大家提醒一下。那该怎么去 mark 别人？首先你先按小老鼠。那我以自己为例，我就打阿杰。可能打阿姐就有了、哦、阿姐 Games 框，我就先复制一个，这样就完成一个，它会变成蓝色了。知道你留言出去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有连结的部分。然后第二个，我就打小小实况、哦、我姐姐小小实况 ，OK， 好、哦，这样子点出去就有两个连结，那我们就按确认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、哦、你就可以发现说，哎，这个点下去真的会回到阿杰 Games 框这样子哦，然后点这个真的会去小小实况。那上次有个观众 很可爱，就是他直接复制跟我一模一样的话，这个是要复制你的好友两名好友这样才算哦，复制我是不算的哦，好不好？那么活动截止是在8月27号哦，我们抽奖的时间是8月27晚上7点会抽出娜美礼服电影版。白色跟金色各一位哦，各一位，所以会有两位幸运得主。那我们活动截止在8月27中午的12点，12点一到我就不再列入抽奖的名单里面哦。那最后再提醒大家，一定要符合这个资格才可以。最后帮我按下分享，这样才算完成整个抽奖的流程。那如果你还是有不懂的，可以私讯我，或者直接在下面留言。那这个范例我就会留存着给大家收看。OK， 那我们抽奖活动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就8月27号晚上，应该是礼拜六，我看一下。8月27号晚上，没错，就是礼拜六，我们在模拟市民之前抽，然后抽完再直播模拟市民。OK， 那我们抽奖活动大概就是这样啊，期待能够让你抽到娜美的电影版回家咯。OK， 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阿杰 Games 框，拜拜。